Hello， 大家好，我是 Ray， welcome to my YouTube channel。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我们的 Let Craft。OK， 非常久没有玩 Minecraft 了，已经是久到一个爆炸。OK， 那现在呢，我们 Let Craft 已经到了。哦，你听过安利吗？谢谢光临。好。我们这一集呢要来做的事情就是在这边盖一个码头，然后呢我要就是在码头这边也顺便要盖一艘船。那这是很早在 Let Craft 在刚开始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已经想好的一个计划这样。那我们现在呢很缺的东西就是木材，虽然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杉木树，但是呢我们现在缺的就是丛林木跟好，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刚刚那个声音听起来并不是很妙。对，好的，没关系。那就是基本上我们现在缺的就是丛林木跟一般的原木。那我这边对这边有很多的这种杉木了，那我现在缺的是橡木跟丛林木。OK， 首先呢，我们这边是有一些橡木，所以这个是不担心不担心，这个是可以来收成的。重点是我们现在没有丛林木，就变成有一点麻烦。那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找我们的丛林。OK， 在我们离开之前呢，先给各位看一下我们上次挖开台挖的这个洞窟。那这个洞窟呢，基本上就是我之后要来盖我们的，算是矮人本部吗？对，矮人本部的地方，矮人城市。对，那基本上我们现在就是只挖到这里而已，并没有说挖很大。那我自己私底下有稍微挖的，就只有这个地方。然后下面变成怪物聚集地了啊！可以赶快跑，赶快跑，哈哈。好的，那我准备要出发咯，我们就看一下，我们就随便就往这个位置这个方向，一直往前，然后看能不能找到我们的丛林。这边还蛮酷的，我们可以坐标给它记一下，给它拍起来。我们找到类似森林的东西，但不是我真正要找的丛林。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拿一点这个树苗回去。这个不是 1.14 新增的那种村庄吗？不错哦，我们可以刚好看一下 1.14 他们新增的村庄是长什么样子。但怎么感觉上这个村庄好像是那种被遗弃的那种村庄，而且好像没有村民的感觉啊。饥饿没关系。他们是有很多的面包啦，面包和这些没什么用的东西。先睡个觉好了。OK， 这个可能是 1.14 新增的一个已经被 raid 过的村庄，就是因为 1.14 他们会有一个功能，就是村庄是会被那种他们的邻居那些不好的邻居给歼灭掉了，对，所以这个应该是已经被掠夺过后的一个地方，好像没什么东西了，好吧，看到在 Light Trap 里面看到第一次看到的 1.14.2 所生成的这种新的村庄，还蛮酷的，终于找到我们的村庄丛林了。天哪，我刚刚是在2800的，我们家差不多在2800的位置，就是 X 2000，然后800是我 Z 轴。我们现在是 X 4500，然后 Z 负2000，这太扯了。然后终于有这个 1.14 新加的这个 bamboo。我们先把几棵丛林木给砍掉，然后看能不能拿到他们的树苗，这样就可以带回去
繁殖，带回去栽种，我们这样就可以有源源不绝的这个丛林木。OK， 我们现在要把我们这边改造成一个可以种植的地方，那我们就先补充过来，把这边全部改成泥土。好，我们现在改造到一半。那基本上我的想法是，我本来是想说，就旁边这样下来，然后用一个类似梯田的那种感觉，但是感觉上很麻烦，就是假如说我们要这样走下去的话，可能就会踩到那个这个耕地，所以我就打算，在这边做一个走道，一个走道的这样的话就不会说哦，就是这样踩到，然后我们就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可以来作为我们的一个耕作地。然后我在这边也安装了一个算是仓库吧，那我们就是可以把我们的一些物资丢在这边，然后假如说我们要合成什么东西的话，都可以在这边使用。哎呦。那这边已经就是我们的一个走道，那我们的走道呢就是会连接着我们这个地下道，然后这样出来就不用再从上面这样绕过去，上面可能就是种树的地方这样。那这个地方呢，我是打算把它给挖开，这样就变成说可以有一个更大的空间来作为耕作的用途这个样子。那差不多就是从这个地方挖掉，这个挖掉，然后因为这一面墙就是如果这边挖掉之后会有一面墙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类似一座桥那个样子。 OK， 给各位来更新一下哦。 OK， 那我们已经把这边全部都已经给弄好了。那我们这边是种了小麦是这一区，然后这边是甘蔗，这一区全部都是红萝卜，然后这里又是一点点的小麦，然后这边会是我们的不是番薯，那个马铃薯，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南瓜跟西瓜，还有我们的甜菜根。基本上我们需要的东西基本上都在这里，然后我会大量的种小麦跟红萝卜，是因为小麦可以来当做我们那个牛牛的一个繁殖的一个食物，然后红萝卜的话就是我们平常要做这个黄金胡萝卜会需要用到，所以我就大量的制造，就大量的栽种这两种物这些作物这样。那这个地方呢，我就用了一个类似那种就是也是矮人风格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给它做一个下来这样，然后再加上这个新增的东西真的是很漂亮，对，这样就可以给它打点光。现在就只缺这边有一点点的暗。那我在想因为我们有就是竹子，那竹子跟像我们这些树啊，我现在其实都是乱种，就随便种，所以我在想说我们是不是还要再加一点点区块来把它们加进去。所以我打算就是在这边也盖一个类似像这样的东西，然后一个平台这样过来，然后让它这边有一个增加它的那个可以栽种的面积，然后可能这边全部都种竹子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这一区就是多出一块区域这样。好，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工作室里面呢，我也开了一个二楼，那二楼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有一个这个灯，那我们就可以从这边看出去，就有点像是观景台啦。因为我们毕竟我们这个小仓库没有一个对外的一个窗户，所以我想说如果我们在这边加一个窗户的话，这样就不知道比较安全嘛，或者是比较可以散散心，在上面就是发呆这样。OK， 那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在那边盖一个平台，那我们就等一下再见。OK，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这个墙给盖起来了，那我们在上面也多了一个可以使用的一个平台，那我也在我们的这个洞窟这边做了一个另外一个出口，所以我们就不用再绕这样，也可以直接上来这边。那这边呢就会是我们种竹子的地方，那因为我觉得看起来还蛮好看的，所以我打算就是连这里的墙也都是又要用那个方式，然后甚至连到这边，在我们这整个地方全部都有就是位置多出来的位置可以使用。OK， 那
还有一个小小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个水这边，我做了一个类似下那个排水孔的东西，那我们就可以这样游进去，然后就是可以通到另外一边，也就是从我们的那个水总是不能说哦，就是一直留在那个地方嘛，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是水是就是死水，所以我们要把它变成说是活水。那对吧、啊？我们就做了一个排水孔，这样感觉上还蛮酷的。然后因为 1.13.2 的这个更新呢，我们可以进入这个一格宽的东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还蛮酷的。我就做了一个排水孔这样。好，那我们就开始来盖这边的墙吧。OK， 这是我们完成的样子。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盖我们的码头喽。Give me something new. I want it back through and through.OK， 我勉强把我们的船跟我们的码头全部盖完了，那也达到我今天我给自己设下的一个目标这个样子。那现在就是给各位带各位来参观一下。那假如说各位之前有看过未知领域的对那一个系列的话，那基本上就知道这艘船是从哪里来的了。OK， 那基本上呢，就是这就是我们。之前未知领域所盖的那艘船，但是我又加了，因为他们有新的东西嘛，所以我又加了新的这些就是这些灯，嘿。然后我这边就是基本上都是用这些灯来做，那其他的部分基本上都一样，只是就这边多了一点小小的设计这个样子，然后这边有个桌子放一个灯在这边。那下面的部分我还没有用海绵把这个水吸出来，但这个就之后再说了哦。对，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在这部影片上面了。然后二楼的部分也是一样，就是又多了一点点的一个设计。那我们就是在后面加了一点箱子，然后还有一个工作台。我们
们这边也多了一个吐出来的设计，就是类似吊灯掌。好，那大致上其他的都是一样的，那我们的船就差不多该到这边了。然后在这边看了一下，就是它其实放在这边，我那时候在设计我们的码头的时候也是就是预计把它放在这个正中央，所以其实这样是一个我们正中央的这一个区块，船的区块是刚刚好的。那其他的这些船的区块呢，就是对之后就看看要怎么样。然后好，我现在这边已经快要变成怪物农场了。我们这个码头之后的那些就是灯啊那些，我应该会在之后的就是其他的集里面，太多怪了，走开！好，没办法睡觉。我应该会在其他的集数里面把他们给完，把它给完成。那因为这一集对没什么时间。哦，没办法睡觉。Oh no！ 走开！哦，拜托不要在我门前爆炸，谢谢。可以睡觉吗？拜托。OK， 虽然我们说是盖完了，但基本上我们的码头是还没有完全盖完啦。我们之后还要再加一些路灯啊，然后还有一些像是货物啊、货物卸货，然后一些启动机之类的，就是让它可以就是比较活络一点，而不是这样就死板板的平面一个平面这样。OK， 好啦，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先到这里。我们这一集完成的还蛮多事情的，那也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大家，拜拜。